你还好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。林曼其实没有针对你，他也是一个很热爱厨艺的人，为此也去法国蓝带进修过，所以他今天只是很单纯的想跟你探讨一下惠灵顿牛排的做法而已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他有那么大敌意，真的。他热爱厨艺，他法国蓝带，他单纯，是我不配。你之前说的没错，一个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，而是取决于它在什么位置上而决定的。所以它是法国蓝带的，它做的就该贵，你在我家吃也就嫌贵。顾少南，我的话不是让你这么理解的。你们只是很单纯的在那儿探讨一道菜的做法，选用什么样的食材，和我去你家吃不吃饭，这是两回事。能不能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想这个问题？对，我不正常，我没有一个正常的思维，我在你的世界里，我就是这么渺小的一个厨师而已，我到不了你的高度。我不管他逻辑不逻辑的，但是我的逻辑就是你一个人不可以吃两个女人做的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个屁，没有为什么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隔壁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现在有钱人都这么奇怪吗？我很奇怪吗？我看到路径了，我是不是疯了？我魔怔了？我刚刚在门口。那你还不赶紧换视频通话给我们直播？直播？不是。可能是拍。好了，师傅，搬到我隔壁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会让你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儿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你的位置在我隔壁？对。那我们俩……我们现在是邻居了。哦，对，邻居。邻居早上来我门口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老婆饼。手机、钥匙、身份证都带好了。走，去哪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程经理，我有话单独跟顾胜男说，谢谢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哦。周末有时间吗？没有时间，我要去樱花酒店的培训班。什么培训？跟谁啊？当然是跟我的子谦哥哥啦。跟他？不可能，你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子京这周末有一个特别大的宴会，所有的厨师都要加班，你没有时间去。非常大的宴会。对的。我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？你马上就会接到通知。不过没关系，
就算有这么一个通知，我也早就向沈经理提交了年假报告，并且也批准了。什么？你作为一个大总裁，你干嘛管一个厨子的出勤率？真奇怪，管得真宽。我不是要管你，你要去可以，我让孟欣杰陪你一起去。我不，你凭什么让你的助理跟我去啊？我有子谦哥哥就够了。你就是不能跟他去，你就是不能跟他去。你凭什么不能跟他去？我跟谁去？我跟谁去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谁呀？我是你领导。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子谦哥哥才是我的直属领导。拜拜，子谦哥哥。买了三个行李箱。对。就是说也给我买了一个。这老板，你这想多了。闭嘴。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直接跟我说多好。你去查一下这第三个行李箱是谁的。我已经查完了。你查着了，你为什么不说呀？大喇叭。大喇叭。哼，那个小跟班。这还差不多。好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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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。哇，真的好美。哎，我们拍照片可以。行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麻烦您帮我合张影吧。谢谢啊。来来。来，准备。一二三。好。耶、yeah! 谢谢谢谢。好看好看好看。大花，走，看花去。看花。慢一点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你看见这张照片了吗？看，这，我他的手，对对对，你看，你看他手就我看得见。你看，不用放大。哪来的这张照片？顾老师刚发的朋友圈第一条。不可能啊！顾老师这是给你屏蔽了吗？哎呀！你要不再打个电话？好，我再打电话。打。去上补习班了吗？我听大喇叭说今天不用上补习班，今天是自由活动日。自由活动，自由活动就过来射箭。对，然后咱们上箭。射箭挺好的，才能见你。不，sorry。这边，好，来，黑色的朝向自己。他怎么有什么当教练的？在两个中间。sorry。你看他的手，他在干嘛？可不嘛，有这么当教练的吗？对，当教练就非得牵人手来啊，是男人假公济私，正好太坏了。三针一线，瞄准靶心，可以可以。把这里所有的设备弄一套新的，然后送到我家去了。黑色的朝向自己，好，瞄准了。
特别爱吃这个。哪不灵？这非常，超级。你看它，都吃嘴上了，再去。看舌头。走不动了。坚持一下，马上到。你看这个面，它又长又宽。好，又宽又宽。又长又宽。坚持一下，马上。醒悟了，啊，不，他同意他进屋了。也别多想，喝多了送回来很正常。正常吗？挺正常。别，有呀有呀。别碰我。先生，你要的拖鞋。我没要拖鞋。你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先生，祝你住店愉快。那屋是不是有个女的？对，有个女的在床上睡觉。床上。男的呢？男的没在床上。那他脱衣服了吗？脱了。嗯，但是只脱了件外套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看一眼。没事，就只脱了外套啊，我来搞定。走，优雅，过来，优雅，这样，再跑一趟啊，好好去打探，啊，好，去吧。哎。仔细点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男的走了，这女的给了我400块钱。